Lisa， 谢谢六号选手，看来是做了很多准备的哈，还是这个整个听流畅，整个作品表达挺流畅，但是呢，我既然自己的小小的建议，就是以后用就是在朗诵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些用声的方式，以后用声的时候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朗诵的时候多注重用在，就是真声和这个虚声和实声的这个中间音，你的整个这个有点太虚了，啊，这个打个比方说，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就是太虚声太多，咬字呢，就是口腔稍微紧张一些，咬字清楚一些，希望继续努力，谢谢。 六号选手最后得分8.1。